疟疾、黄叶黑斑怎么处理？疟疾在生长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叶片发黄，但发黄的情况不一样，应仔细观察分析原因加以纠治。一、浇水不当，嫩叶暗黄且无光泽，老叶无明显变化，枝干细小黄绿，茎梢萎缩不长，表明浇水过多。注意，浇水时不干不浇，浇则浇足浇透。二、施肥不当，施肥要以氮肥勤施为宜，施肥以复合肥料为好，千万不要施用未腐熟的有机肥或大剂量的化学肥料，否则都会灼伤根系，致使植株萎蔫死亡。